师傅今天就教你职场的第一课，每天都去赞，不贵，又团结了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凡是有领导的聚餐都叫加班。职场第二条，严禁跟同事成为朋友。那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哇哦，真是又浪漫又恶心呢。在职场呢还有很多的潜规则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要慢慢的学习。这个计划三步：迟到早退，不着急走，浑水摸鱼。现在已然成了公司的一颗毒瘤。我们要坚决的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好好。为师现在就给你教授职场第三课。打工人的快乐就在于此：间歇性踌躇满志，持续性准点下班。这帮人是要作死吧？躲避天台摄像头走位的口诀是什么？啊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 ，ABAB， 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听我口令啊，走！我们要占得到最后一个。大好青年，加油！前路依然艰险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。小白，干嘛呢？走啊！担心学外语呢。